是你吗？姐姐想死你了，快转过来让姐姐看看。杨言，是我。是你？你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会猜杨言？难道他以前总做这样的事情？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因为我觉得只有杨言才会做出这种幼稚荒唐的事情。幼稚荒唐？当然，他做这样的事叫幼稚荒唐，而你做这样的事情就是浪漫惊喜。张鹏鹏，你过来。太美了，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找人修建了这座桥，喜欢吗？喜欢。这真不错。咱们要在这儿度假多久啊？咱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